来到娱乐泡泡圈，郑嘉伦主演的现代偶像剧《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》迎来会员大结局，顾川呢为此发朋友圈：我们很好，再见川宁。我不想和他说再见，因为我的进度条还有进行到再见那里，于是我就给顾川点了一个赞，留了一句话：再见我的川。哦不，我还没有看到与你再见，你永远在我心里，川。因为工作忙碌，这部剧我看得断断续续，有好多地方啊反复看，所以观看进度一直很慢，但是我还是有些话想要对顾川说的。顾川，感谢你的出现结束了我们长达9个月的剧荒时间，感谢你的出现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谁都没有想到过，原来这个故事讲得这样好，原来我只放心任嘉伦一个人的部分，但到现在呢，除了宣发，我对这部剧总体比较满意。顾川，你的每一个阶段心情变化我还在琢磨里，关于你，我想我还会继续写我的小作文，因为你实在太有魅力了。我爱你胜过引我入坑的陆毅，胜过鲜活明媚的静娥，果然残缺的美才是永恒的美。我的川，即使你想要离开我们去过正常人的生活，想去解锁所有世俗的欲望，但是你在我的心里永远都在，永远不会改变。我的川，无论走多远，无论任嘉伦以后会出演多少经典的角色，你在我心里永远不同。你是我入任嘉伦这个深坑以来第一个观看的现代剧角色，在去年我亲眼看着你开机，看着你杀青，等着你的每一个消息，然后又盼着你上映，然后又跟着你哭哭笑笑，心情起起伏伏，在我这里你是第一个难以忘怀的第一。我的川，2020年的任嘉伦离我们那样近，他的状态那么好，白皙透红的脸，闪亮有神的眼，可是他用最健康的状态演出了最病弱的你。每一次去看到你去充电房踉踉跄跄的样子，每一次看到你心脏漏电虚弱的样子，每一次看到你无能为力筑起心墙的样子，每一次看到你手足无措慌忙逃跑的样子，每一次看到你故作冰冷拒人千里的样子，每一次看到你静静流泪默默痛苦的样子，我的心啊都会跟着你不稳定的跳动。川，你的机械心脏将永远是我心里的牵挂，只要你一天没有换上好的心脏，我就会担心你一天，而这种担心呢不会随着这部剧的结束而结束。对于顾川的复杂性，我很感谢任嘉伦的出演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如此丰满的人物，感受到了喜剧角色的魅力，也很享受高级的表演方式和情感表达。川，我们不说再见。川，我们永远都在。